紧急通知啊，千万别用体力。据拆包信息啊，女人的馈赠将于6月7日，也就是下周五返场。这个活动里面所有礼物全部送给雏田，可以获得忍魂，直接无视其他两个女的。忍魂可以在忍传羁绊升级里面提升等级，是目前火影手游里面用体力啊提升战力性价比最高的活动，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草药大冒险。但是为什么很多玩家对这个活动啊翘首以盼啊？大小福袋里面攒的体力啊终于可以拿出来用了。我是憋了108天攒了16000的体力，兄弟们都是憋了多少天呢？这下可以痛快的释放了。关卡邮箱的体力也尽量卡下，等下周再用。对此，土豪玩家可能不会在意，但是普通玩家玩的就是性价比啊。Nice.